好的，各位观众们，晚安。今天是9月26号晚上11点，也是日本时间的9月27号。三只鬼机的最终章四代终于要开跑了。经过三代的游玩呢，我个人给他这个评价其实蛮高分的。不过因为结局没有交代完成的关系，所以我后来把它评的一无是处，甚至在接下来一年的实况里面的话，每天都在嘴三鬼，可以学那个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经过了一年，他回来了。对，四代，非常的期待。马上进入这个期待一年的战斗。李恩，你好帅，你头发变白了。为什么克洛不是死了吗？为什么还在这边？哦，我没有玩过三代，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来看一下精美的片头。但其实你要这样想，他把片头的经费都拿去做游戏了。你要往 好的方面想，然后三代可以跟四代的记忆做联动，可是我前作的记录呢，在不同的日账里面，所以不能联动了，随便。New game， 我有记录吗？没有，我只能 New game 了，一样玩简单模式，快速游玩。我也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二代，那三代你有吗？我也没有。好了啦。哎，不知道怎么改，直接按否对不对？这样子按否。特点入手。哎，空间小。不要 ，OK 了吗 ？Easy mode，Let's go，Let's go。等好久了。好，看起来这个开头也是一个倒叙法，先讲述未来发生的事情。哇，闪鬼，这两只鸡做的好逼真哦！我的天哪，哇，你看，哇，这路人的 LPS 也好高哦，哇，那个羊还有三只哎，进步了，以前都没有羊，真的是很厉害，不得不说，あれから2週間、帝都での大混乱はようやく収束に向かいつつあります。所以在三代之后呢，这里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未だ皇帝陛下の昏睡が続く中、オリバルト殿下の葬儀も執り行われ。然后讲述了皇子的死。議会の臨時議会において、国家総動員。而皇帝陛下则是在陷入沉睡之中。所以是无政府状态。一連のテロ事件を主導していたカルバード共和国に。最后媒体把锅都甩到了共和国的身上。最大限の協力を求めていくことを定めたものとなります。具体的には兵役の義務、配給制の導入、各種物資の提供などをお願いする形となり。反正呢，我们以民众的视角，大部分人都会相信这个报道是真的，因为确实是发生很多事情，但真相有点模糊啊。红衣爆炸的事件，还有半年前的落雷，这个我就不确定它是指什么东西。这是为了对抗主导一连串恐怖攻击的卡尔瓦的共和国，从全体国民团体联邦寻求最大的协助而制定的法规。具体来说，就是兵役的义务制。然后配给制的导入，以及各种物资的提供，为主要驻守的方向。谢谢即时翻译，太神了，我爱你。反正就是全民皆兵，大家都一起来打死共和国，王八蛋，应该都会有这种想法。通常这个在这个国家的人都是爱国的。
啊啊，这不是姐姐，是哥哥。哇，我的哥哥有这么可爱就好了。这看起来就下一代主角。哦，兄弟，你的经费我看见了。这看起来是从那个片头里面偷经费制造的角色。抓到偷经费仔，就是你还有经费这么烂。WN 这边讲述的都是这个从人民的立场去看待这次的世界，所以我这边就不去细看了。你们都在这里是不是？好了，这个小秃他是亭长，亭长不知道是村长的，是不是村长的意思？为什么这么慌张呢？啊，这里有提到是克洛斯贝尔州临时的行政通达。哎，这个区域是不是克州啊？不确定。先前的克洛斯贝尔。听说是枪击陛下的犯人受到了学校禁闭处分，演变成这样子，不是吧？不是克洛斯贝尔，是拉马尔。Sorry， 拉马尔。哦，这个州的15岁到45岁的男子为对象，要被征兵，对不对？开始募兵喽，是强制性的吗？这强制性真的蛮惨的。如果不去，你也会被抓起来。除了要兵之外呢，还要给他那个补给品。强制性的，那太惨了吧。善意哎、欸、他放了个屁，很臭。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是这个仇恨扩大了，然后因为诅咒的关系把他的，要怎么形容？让这个仇恨慢慢的滋生，感觉跟诅咒是有影响。现在因为刚刚那波那个放屁的关系，所以他联想到了陛下的那个什么爆破事件嘛，红衣被炸掉的那个东西。大家都觉得说我要替我婆婆报仇，赌上我身为帝国男人的尊严 啊，老公，儿子啊，遭受恐怖攻击，连殿下都被枪击，这口气怎么忍，对不对？求之不得，要打就来啊。没事，啊，哥哥我18岁，不用去当，好球，啊，没事，我会陪你的。有名字，下一代的主角出现了。哦，这句我就想要，黑之风。哦，这句的意思，前面他在暗指什么东西？哎，他有看到那一阵风，哎，他看得到，哎，
他有感受到那阵的风。帝国西都，这个是海上要塞那边吗？是，是当初攻略七姐的那个要塞。欸，男人十八岁过来。欸，不是19岁，不好意思。为什么不是联邦军，而是正规军的士兵会在呢？哦，这句我会比较想看得懂。喂喂，该不会2年前那种内战又要重演了吧？所以连统合地方军都要为这场战争出征，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是贵族派嘛，没错吧？贵族派的士兵，因为以前他们有发生过内战。看来地方军要向共和国出征的样子，地方军。统一周边，反正就要把所有的战力都补在同一个区域。那这里就已经代表说，帝国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好打仗了。前几天联邦军们也从海上要塞搬离，由正规的军队进驻的样子。共和国的战争，我这边就不用太特别去细看了。哦，这句话感觉比较重要。贵族闭嘴，乖乖让我管吧。对啊，应该是不会分啦，全部大家都一家人。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士兵的话，你听到那个皇子被杀，皇帝沉醉，然后你知道犯人是谁，然后那个很凶暴。真的是凶暴，受不了！你会有那个激昂的情绪，而且你会坚信你的国家是对的。新的凯恩公爵的候补确定了吗？侯爵是不是？凯恩公是二代的那位，对不对？是魏帝的子嗣。嗯，而且是名声不错的皇子出世。听说暂时管理海都的会是佛罗弗鲁特尔伯爵家，该不会是缪斯吧，缪姐，干，精彩了。他们好像听到一些声音，从车站的方向传来的。
序章刚开始吗？开始十几分钟，还在看东西。怎么了吗？会有什么声音呢？畜生的声音，车站好像发生什么事情。哦，他们打开门了。哎、欸，这个不就是马奇亚斯的爸爸吗？哇，是吧？还是我认错了？希望不要认错，认错很尴尬。那个人是……啊，真是令人震惊啊！他是谁啊？他好像是那个帝国的，我忘记是市长吗？还是执行长？反正是一个很大的官。哇，是不是？哇，干有语音呢。カール・レーグニッツ長官。首长，帝国的首长。まさか知事職を一時的に離れ。海都の統括者に就任すると。哎呦，所以他变成海都的通瓜者哎，所以是类似指挥官的那个身份嘛，是不是？这个又赢的是谁呢？该不会是那个，是那个吗？执行者吗？紫色头发是吗？园艺社的学姐哦。学长姐，钱都有点印象，有点浅，感觉要接着玩会比较好。没有想到会暂时离开首长，然后担任海都的首相。いよいよ政府も本腰を入れて盤面を進めるつもりなんでしょう。この町に徴兵事務所が開かれ、令状が届き始めるのも時間の問題。这个意思是指在这边征兵也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吧？只是我不知道刚刚在那个小朋友看小朋友那段那个有黑色的烟的时候，那是哪一个州？终于连政府也打算认真起来了，让盘面有所进展了嘛？眼镜霸从台北市长贬到台南。没关系，大家一起参军，那个军薪就是50000块，反正那个死了都死一半，战争真棒。看来这个街道开启征兵事务所，收到征兵令也是时间的问题啊，是不是？看来我们托尔兹学校的毕业生也不能这样悠哉度日。啊，哦。画风不一样。今の闇は見通せず、フェリスたちの安否も確認できていない。好帅哦，左边好正哦。決起軍は動き始めたようだが、彼らに期待するのも筋違いだろう。现在未能看清帝都的黑暗面，也没办法认清菲利斯他们是否是安全。菲利斯也同样是学长姐，然后是在帝都那边工作。不是 到后面的话跟学长姐合作到变成一整块。虽然义勇兵似乎开始行动了，但也没有道理能对他们抱有期待吧。我々は我々で他の者たちと連携して動き始める必要がありそうだ。我等我々で我々で我々我々で我他是指我们这一伙人。第一个应该是指他们两个，后面是指他们的伙伴。好卡尼，我开始找他们的同学上路了，是不是？看来有必要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和其他人合作来开始行动。え、そして私たちの誇りにして。没有错，大家学运的这个展现要出来了。我们在二代的时候。李傲天大大举起右手，我们行的，我们可以打这场内战，我们会赢的、啊，哇，太棒了！林非凡，闪鬼林非凡就属李傲天。私の後輩も所属する七組とも。
我们的后辈所属的第七班，没有错，第七班每个人都可以扛一队，厉不厉害？看来二代真的是累积了很多人脉的，对不对？拜托，让我进到真正的主题，我不要再看这个东西了，请给我第七班。好，你又要讲什么了？我买游戏就是为了看第七班，然后你整个二十分钟让我看帝都发生什么事情？哦，我好累。好了啦，征兵了啦，征兵了啦，很好了，对，征兵了，我不太想看这个，反正都不是在讲一样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可以跳过吗？我真的不想看这段。我们之后玩中文版的时候再认真看，好不好？好不好？这边其实没什么好翻的。好，征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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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征兵，征兵，征兵，打仗，打仗，打仗，哎、欸，棒棒棒。反正刚刚那段也是交代说，在暗地里，其实学长姐知道不能完全的相信帝国。因为帝国可能是坏人，所以他们要用他们的方法去处理这次的事件，这次的战争。所以可能如果跟帝都的学长姐联系上之后呢，就可以整合帝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再私下去帮助黎恩脱困，然后再由黎恩那伙人去阻止战争的发生，对吧？差不多这个诅咒。今晚会睡吗？会。玩到凌晨两点。征兵征起来啊！那个学长，你怎么不要去当兵啊？在干嘛？想逃兵是不是？公安，公安，这里有个逃兵，你看他一定长得比十九岁还多。他逃。明天预计有下午一两点吧。人家补充兵，啊，你膝盖有事吗？没事，看起来就没事。你还哦，没有查过你的学籍哦。你在托尔兹官校的时候是玩带球的，而且还打到了全国第二。想逃兵？哦，没有啦，我那个时候玩带球的时候膝盖不小心弄伤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跟一个。这个反应力很强的女生对打，让我的膝盖有点受伤了。对，啊，顺便一提，那个女生没有妈妈。哦，对，是妈妈抛弃了她。而且那部动画的评价好像从 9.0 掉到 5.6 了，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忘了。我在讲什么？轻语飞扬，继续查。哦。他是我忘记他的同学还是克州的那个克州某个老板娘的女儿是不是？还是在闪一的时候他是出现的？闪一吗？哦，克州的，克州的。克州武器店的女儿，黑店的女儿。如果有玩过壁鬼的话，应该对他会有印象。然后他在三代的时候出现过。啊，結構ハードだった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是跑去帝都了吗？很棘手呢。昨天的夜に戻って、こいつと引っ越しの準備をしてたんだ。昨天晚上回来后，和这个家伙一起做好搬家的准备。汪汪汪！这句话，哇，这句好难哦。哇，汪，好，我会了。哦，中文，我的日文进步了，我会翻他的，我会翻那句话。搬家？为什么要搬家啊 ？Why？
难道不住这里的吗？さすがにちょっとやばくなりそうだからな。有什么要看聊天室吗？我就是要看的。哎，即时口译耶，超屌的。事情变得有点棘手了。啊，是什么事吗？啊，你又不讲。ロジーヌの姉ちゃんからも伝言を預かってるぞ。对了，是罗塞奴姐托讯息给你们。しばらく会えなくなる。ごめんなさいってな。しばらくまでごめんなさい，是不是？再等我一下。しばらく待て、ごめんなさい。没关系，快不用翻了，只要让我们看到主角群，就可以不用翻了。可再拖，让我看到一个主角就好了，任何一个人。都好，我好想看到你们哦，一年不见了。戴尔小姐，发生什么事情？是从帝都车站那边的联络，好像通知他什么事情的样子。这里有提到托尔兹士官学院的专用列车。刚刚从帝都站那边来联络，然后他有提到士官学校的专用列车，好像利用货物路线回来的样子。哎，哎，该不会他们回来了吧？哇，哎，第七班，快快快快，第七班，快点！ミストの情報通りか。あの姉ちゃんに見つかる前にとっとと退散しないとな。速度真快呢，和密修特的情报一样吗？在那被那位姐姐发现前，我还是赶快撤退吧。那位姐姐，该不会是那个蓝毛吧？因为毕竟她对铁路很熟。爱上火车，那位姐姐是不是那个冰女啊？冰女啊，因为只有她的情报网比较厉害，是紫红毛、哦，她不是说那位姐姐吗？哦，是专用列车的。的车的声音，他们看起来没有事呢。怎么已安装？哎、欸，干嘛？他们跳通知？已收给？这个是只要帮他们做饭的意思。有可能指战鬼的娘哦，有可能得去做食堂子的午饭才行。然后结果回来的都是尸体，哎，不对，这台车我不认识，这台车这本校专用的，哎，完换学生了。一回来，学校都换了人，同学我也不认识，到底是三小。ここが第二分校。
这里就是第二分校。でもマカロフ教官、どうしていきなりこんな？那为什么会来这呢？さてね。まあ、最悪なカリキュラムの片棒を担ぐことになりそうですが。这个教官是不是在一二代的时候出现的？有人对他们印象比较浅。这里似乎成为了那些那糟糕的教育课程合作者了。哦，一个是教科学的，一个教音乐的，想起来了。啊，毕竟一二代也是过了很久。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战斗台结束了两个礼拜，他们的那个机神还可以升级啊？他们的机甲兵怎么可以升级？怎么看起来变那么牛逼？再放することになるとは。小皇子出来了没？哎，他也哦哦，后面有个背骨仔，王八蛋，但也不是他的错了。不过他的那个左边的刺青还蛮正的哈。へえ、なかなか良さそうなところじゃん。哎，这里不是很好的地方吗？なんとかって博士が作ったっていう訓練要塞もあるみたいだし。谢丽制服版，好漂亮。坊ちゃんがお役目を果たしてるうちに一通り遊ばせてもらおうかな。听说这里有那个博士建造了训练要塞的样子，在小鬼们完成任务之前，会不会让我也去那边玩一下呢？哎，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会发现每个 BOSS 都是触手系列，耶！博士，为什么都是章鱼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让我看见帝都了。OK， 我们有半小时的章节，全部都在讲帝都发生了什么事欸。哇，这个以开头来说，有点吊胃口。我说那个七班呢，现在一个人都没看见，都只看到学长姐。要阅兵了，打死那些王八的共和国狗！操！まさかこの規模の軍事パレードがいきなり開催されるなんて。軍人パレード，パレード是指阅兵的意思嘛？军事。竟然突然间就举办这样规模的军事演习啊！帕莱德是段取りが良すぎだろ。秀战礼，我们很屌，我们超屌。再怎么说，这安排也太妙了吧？哎，这个准尉在三代的结尾有出现过哎，还有语音哦。哦，你老婆对不对？あいつらのことは心配だけど、帝国軍人として果たすべき使命がある。虽然说很担心第七班他们，不过帝国军人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才行，就是打仗嘛，对不对？这 CP 有危险。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就结婚生小孩，耶、yeah ！虽然很担心他们，但是也必须要完成国军人的使命。この国とブリジットを守るためにも、あの話、やっぱり受けるべきかもな。やっぱり受けるか。那些话，要守住自己的国家，是不是？
我一定要守护，不用你守护，我们有黎傲天，哪需要你兄弟？帝国不打仗没有哪有啊？内战都没有死人的哦，笑死！内战都没死人，死一个人，死一个村长，然后克洛也没死，干别气！啊，拍照耶！哎，ビビたちは消息不明。七組に至っては功績すらなしか。ノートンさんの様子もおかしかったし、しばらく帝都から離れるべきかもな。微微他们行踪不明，就连第七班一点消息都没有。诺特的样子有点奇怪，看来暂时离开帝都是比较好的。他是不是摄影部的？摄影部的同学。反正大家都是我的同学啦，哎、欸，你们也是我的同学，同学一、同学二、同学三。微微是谁？我忘了，我不重要，我要看第七班。好啦，这边反正就阅兵打仗，情况很紧急，第七班消失不明。这里应该感觉都会秀出学长姐，哎，紫色头发的兄弟，啊不是妹子，我认识你哦。艾略特的姐姐，左边的那个。从闪一到闪是堪比魔戒马拉松，没有马拉松了。好，这段我们会录到阅兵结束。感觉等一下那个尤西斯他哥会在那边讲一些屁话，然后很激昂，熊起来，熊起来。真是马奇亚森的家伙到底去哪边了？现在第七班完全都神隐，前行中。现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找那个吧，去找到李恩才对。校长对不对？我看正规。正规军总司令呢？我操！言うまでもなく、苦しい戦いとなるだろう。過去、エレボニアが経験したどんな戦争とも比較にならぬほどに。だが始めるからには帝国軍の総力と最善の戦略を持って当たるつもりだ。ラインフォルトグループの協力により現在史上最大の戦力が集まりつつある。少なくとも年内までには全ての決着をつけることをお約束する。你说的没错校长，我挺你一颗屁。全国民の皆さんに大本営で決定したことを発表します。カルバード共和国を中するための史上最大規模となる正当作戦。ヨルムンガンド作戦、それが来たる X デーに始まる作戦名です。我虽然不知道名字，但好像很厉害哇！万岁，皇子万岁！
欸，不要小看皇子哦，他人家有机神呢。哇，小心点啊！我大哥哎，雪拉。おとぎ話に出てくる世界を飲み込む大地の龍か。胸クソ悪くなるくらいぴったりの名前ね。こちら銀線。ヨナ君、聞こえているかしら？啊，这段我看过，在那个之前的情报串里面有，他会跟克洛斯贝尔的那个天才小儿童联络。这里是克洛斯贝尔，认得那个铃铛了吗？哈哈，三个铃铛就可以组成一个物件哦。啊，不说了。您是否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那个树就长出来了。什么？战争真的要开始了吗？啊，这句我不会。啊、太好了，有客舟，终于有个认识的地方了。有啦，帝都我也认识啦，当初宰相就在这里死的，然后炸死。耶、yeah ，好棒！骗人，真的吗？无所。哦，小猫咪，我记得你。当初那个 UP 主就说不给你吃饭，敢对我凶，王八蛋，凶你主人啊！不给你吃饭。科贝，哎、欸，我们当初支线任务是找这只猫啊。好像。小朋友都看得到诅咒哎、欸，当他的负面情绪长起的时候，就会 跑出那个诅咒，然后会进而影响到其他人的样子。有可能是小朋友的感官比较敏锐，模型啊，这个哇，原来阴阳眼都是这个，阴阳眼是不是？游骑士协会，哇，我看得懂日文呢。这是客州的游骑士，每一个我都不认识。黑店老板娘。什么老屁啦，跟梅森一样年轻，乱讲。优娜的这个双胞胎弟弟妹妹，是不是双胞胎我都忘了，那看他们的身高一样，应该是双胞胎。呆鸠不呆鸠不，你看一下我们这个阅兵典礼，我们好猛哦。看到我们的战力了吗？超屌哎、欸！欸，有人记得他们呢、欸，龙、安利肯跟娜娜。你说这四个小朋友的名字？哎、欸，这个颜色我认得，是丈母娘吧？雷恩的家人欸，雷恩的家人欸，各位先记那个紫毛，当初灵鬼的祖先就在讲他们。然后后来雷恩释怀了，最后面灵鬼的剧情，灵鬼的结局很感人，就他说什么捉迷藏已经结束了，
我想要你成为我们的家人。最后面小爱、约书亚还有雷恩就一起生活。虽然空轨的时候雷恩的机器人挂了，灵鬼啊，灵鬼的结尾是后来就把那个把雷恩收服了，然后闭鬼之后他们有出来帮忙一下。太好了，他找到朋友了。你有朋友啊？被谁收服？约书亚跟小爱啊。但也不像，感觉像收一个妹妹吧，对不对？哎，那个兔女郎，我是不是认得你啊？我忘记那个克州那个剧团叫什么嘞？太阳剧院呢？ごめん、戻るのが遅れた。哦，有声音，是谁？你们是？哦哦，右边的我认得，罗伊德的大嫂。中间的我忘了，中间的也是剧团人员。哎，左边的白色头发有印象。哎，我大中小是中小大吧？左边的白色头发是新闻社的啊，中间的是团员。嗨，久しぶりね。ちょっと事情があって同行さ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发生一点事情是什么事情呢？なんかイリアさん、医科大学から転院するらしい。这边好像很重要，我需要聊天室帮我翻译一下。是指谁转院了吗？雪莉怎么了吗？伊利亚好像从医科大学转到其他地方去了。伊利亚转院。哦，伊利亚是那个金色头发的。因为他之前在克州的时候，不是克州事件的时候，不是受伤了吗？因为列兵团的关系。被台灯砸伤了，谢丽搞的鬼，妈的，是谢丽吗？夏丽，夏丽完了，夏丽你完了。欸，什么我老了？当初闭鬼也是去年玩的啊。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たな。ひょっとしたら。僕の故郷は。他们都是共和国的人。感觉等下立夏会出现哦。神様、かなりの確率で帝国に滅ぼされるでしょうね。我这边大致懂他的意思，就是就这样看起来的话，应该会被帝国灭掉吧？共和国，是吧？刚刚上一句是事情糟糕了呢，难道我的故乡？他们大概都知道自己国家的这个兵力在什么样的程度，有很高的几率会被帝国灭掉的。
黑月贸易公司的资社长曹。操！週末の龍は動き始めました。哎，这里指的周末之龙是谁啊？動き始まる。周末之龙也开始移动了。神様はすぐにでもこの地を離れ、レミフェリエ方面に逃れてください。哦，那个战争计划的名称呢？周末之龙，取得这么牛逼的吗？長老からの許可もいただいています。いやだ、エリーさんたちを放っておくなんて。ヤナ、エリーさん、放他们不管。不能放着艾莉他们不管，艾莉控。黑羽だからこそできることもあるはずだ。お前もそのつもりで戻ってきた。第二句是不是在讲说你也是这么想的吧？秦少爷，没关系，艾莉那个罗伊德会照顾的啦，别惊了。就是因为黑月，所以才能做的事情。你也是因为这样才回来的吧？稻草人，你怎么跟我联络啦？帝国軍情報局の。いえいえ。スケアクロウ殿、以前からおっしゃっていたビジネスですか、それとも我刚是听到 business 啊， business 是商务的意思。哦，是商务的意思。以前你提到的商业交易，还是说？哎呀，そっちは別口が動いてる。要讨论别的事情。ビジネスの方だ。総督閣下が戻ってくる前に詰めときたくてな。哦，所以到头来还是商业的事情。望むところです。それでは条件面について。拜托。それじゃ未だにティオの消息は。让我看到任何一个棋盘就好。哦，我们已经玩了52分钟了，一个棋盘都还没看到，我好难过，很会吊胃口，三鬼。现在雪拉在跟那个克罗斯贝尔里面一个天才儿童说话，然后这个天才儿童，在三代的时候有帮助一下那个谁，有帮助一下李恩他们，然后在以前有出现过了，闭鬼的时候。これからデート以外も探るつもりだから、焦らずに待っていてちょうだい。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骇客。別にそんなに焦っちゃいないけどさ。どうせあのランドルフとかも近くにいるんだろう。包括我认识的人在内都掌握不到行踪。雪，刚刚是雪拉讲。然后这段他又提到了那个谁，皇子被炸死的事件，
感觉这边戳人家伤心处哎，兄弟。反正兰迪那家伙也在附近。啊，雪拉，别难过。啊，悪い。ちょっと口が滑った。啊，抱歉，一不小心就说溜嘴了。その心をしっかり持ってくれよ。ありがとう。先ほど伝えた通り。ルーファス総督は現在帝都よ。这里有讲说卢法斯总督现在在帝都，就是尤西斯的哥哥嘛。絶好のチャンスを逃さないよ。あの子たちをサポートしてあげて。不可以放弃这绝好的机会。后面说要帮助那些孩子们，但那些孩子们是不是指第七班呢？不好说。好了，这个我们 EP 1的录像到这边先告一段落，而接下来第七班的人员会不会出现呢？我还不好说，所以我这边先暂停录影。拜托第七班快出现吧！